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请行家背面红色的，咱大家各念一遍啦。修持不管在界，我殊胜的功德。但是徛咧菩萨道，那么咱的功德拢是为众生咧持戒。那安尼呢符合菩萨道？如果咱为家己咧持戒呢，安尼无符合菩萨道，追求人天福报，或者是个人的解脱，啊，这个叫人天乘乃至解脱乘。当然，这是修行的基本。但是徛咧菩萨道呢，咱人天乘信因果，持戒布施爱做好。解脱道呢，咱了解万法拢是无自性的，拢是空无自性的，如幻如化的，迄是一个暂时的存在。啊，敢那电视，敢那天顶的云同款，爱有这种的解脱无执着的心态，快乐嘛是暂时的，痛苦嘛是暂时的。一切拢是如幻如化的，那么绝对唔通对一切相乃至呢感受起了分别心。你起了分别心，我爱这个，我无爱这个，啊，我骄傲，那安尼呢，你就起了贪嗔痴，安尼就脱离解脱轮回。所以呢，徛咧解脱道，各位爱思维空性，不起贪嗔痴。但是大乘佛法的重点是念一遍来，普度众生，离苦得乐。只要这个众生在世间轮回啊，咱就无下苦众生。敢若咱的老母搁咧地界，只要地界够侪众生咧艰苦，咱就爱精进。那为着要去帮助地界的众生，所以咱一定要发起幸福的菩提心。当下咱安住伫个解脱道的空性，因为你若有一个我的身躯咧艰苦，你都唔敢去地界去轮回啊。所以有人讲做人足艰苦，我问各位，做人有艰苦无？足艰苦啊！坐啊疼，徛啊疼，倒啊疼啊！有钱啊疼，有爱情嘛疼，有囝更加疼啊！烦恼啊，放不下。所以这个世间，各位要了解，这个世间一切拢是无常、苦、不清净、空、无我。咱来定来去思维这个道理啊！所以咱唔通去执着这个世间，这叫做解脱的心态。进一步要去帮助这个世间解苦。所以希望众生能脱出轮回，但是咱要普度众生，你若无一个无我的空性，那就敢出家人够爱念心，要去度众生，所以叫众生度伊，不是男女的色，就是金钱，就是名利，你都无法度去度众生啊。所以你若真正要去帮助众生，那各位就爱思维空性，到一天有法度体证空性，叫做无心法证。那你的体证空性，你就如如不动。那么如如不动，搁无够，搁大悲不退转。所以徛咧菩萨道，咱家咧持戒功德很大，但是呢，一切拢是要回向个众生。那回向个众生，咱就发到累积幸福的资粮。都是讲咱个阿弥陀佛、个释迦牟尼佛感化，就发到千百亿化身啊，
随顺众生的需要，化身实现。那么去度因众生的地狱道，咱来去地狱道；众生的掉感情，咱来掉感情；众生的红台，咱来陪在边啊！啊，咱家己嘛爱红台，跟他讲，伊做猪啊，咱买去做猪啊。咱做一只同买一只红台的猪啊，乃至呢，一直个只代表红台的猪啊，一直个因鼓励啊，引导啊。所以动物跟动物中间，它也能够沟通啊；牛跟牛中间也可以沟通啊。所以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惊死、惊轮回、惊痛，那么，所以呢，一方面袂使惊痛，还叫做空性，根本都无一个我咧痛；一方面佫袂使离开下苦众生，还叫做待毙不退转。那么，唯有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，拢离苦啊！刚刚讲一句讲，这个地球拢无搞下了，安尼啦。那迄阵是咱生命的目的。啊，这些地球拢无任何一个老爸老母的众生在轮回啦，那么咱生命叫圆满，所以叫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成菩提。地藏王菩萨早就醒悟了，早就证了菩提了，但是他舍弃了这样子的能力啊，但是呢，陪着凡夫，陪着众生跟他一样，但是心态不一样，就跟他讲。你去用掠去关，我嘛去用掠去关。结果呢，啊，你伫遐怨叹，想要逃狱，乃至想要自杀，艰苦。那咱嘛咧互关啊，甲你同款艰苦啊，但咱的心态真自在。就这个机会，甲讲因果的道理，那么让他对方能够升起相信因果忏悔，借这个机会修行啊，甚至甲劝化。啊，你若出去跋好，啊嘛是个多咧啊，作业啊，生死啊。还不如就伫内底啊，好好啊修行啊。就是讲咱来出家啊，咱就直接来出家啊，继续打拼啊。如何如何劝化对方啊？啊，但是咧劝化对方，可能有对方怕，对方啊伤害，但是呢你如如不动啊，这个移民爱袂搞来躲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移民爱袂搞来躲迄、那个，大家拢出家啊，结果你死伫监狱内底啊，因为呢监狱永远拢有人。结果过来尴尬过轮回，所以菩萨的意思是讲众生拢在轮回，菩萨永远在轮回，但是菩萨的心呢，是伫个空性极乐世界，伫个佛性的内底，但是伊的肉体呢，陪咱的轮回的受苦啊，做个代志，跟咱拢共款，拢跟咱凡夫共款，啊，无啥物特别，那特别是咱的心态特别，咱的行为特别，咱的心态是无我的空性，待彼不退转，无嗔恚心。啊，所以呢，以这种的，那么慈悲来普度众生，所以也希望各位能了解大乘佛法的道理。那么以大乘佛法的菩提心来修持八关斋戒，那要非常的精进，因为不是为了咱家己。如果做一个老伯公，我今日趁钱来啦，我家己要吃饭，我就免他打拼，我一日凊彩吃吃就好。但是呢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啊，哈尼济人要靠我食穿啊，我都爱透早爬起来就来打拼，啊，暗时搁咧加班，赚哈尼济钱，才好多照顾老人，照顾囡仔读册。所以菩萨爱比正常人较精进，因为精进咱才好多赚较济钱，意思讲靠这个功德力，靠这个智慧来帮助众生离苦。所以今天讲。大家拢知影，也感谢大家对我老母的慈悲啊，该回向啊。所以透早，我们禅慈法师个卡电话，海涛法师，我昨替恁老母放蜡、放蚕蛹啊、放毒菌啊、放鱼流。你不是讲恁老母少年拢去抓黑黄钓啊？所以我替去放，暗时回来拜水禅，今日个继续拜水禅啊。啊，恁老母开刀安怎？啊，我妈妈下午开刀。啊！突然的，本来是讲后礼拜一要开刀，医生讲足危险。我讲大兄两个拢准备好啊，怎么样啊？万一突然舍报，然后呢，只要不要有痛苦啊。结果医生突然宣布，昨天下午开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早上内科医生去看老婆讲，哎、啊，那个胆汁什么没有流出来，哇，原来那个针可能我老婆消化不方便啊，扭起来。啊，救起来以后，然后所以就没有流出胆汁了。
那这个内科说，那我们再观察几天嘛。那下午外科医生来了，是我们特别拜托。一看到这个情况，哇，这种的拔起来，无马上开刀啊，哇，这么多石头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位主治医生说啊，家仔有开刀，无开刀，你妈妈撑不了礼拜一了，一定死了，因为她已经破掉，然后就会感染，然后呢就会败血，就会死亡啊。那在我们来讲，叫做佛教不可思议，大家功德无量，对不对？就会创造这个因缘。一共就算你那个针，你妈妈还是插着，但是她这个已经出问题了，不提早开刀，一定出问题。那开完刀以后，也没有送急诊室，然后昨天晚上，我大兄讲，哇，已经把开刀出来，精神就好了，讲话讲到天光。我大哥讲，哇，这下，精神就好，可能诶，要朝另外一个思维，诶，思维就讲这边要去记录说个，即马思维讲啊，这边要挖落去啊，啊，所以但无论如何，对我来讲非常好，因为我们在修行，要安怎讲，如母有情，你要安怎帮助众生，拢跟他家己老母同款。啊，你要很精进，但是你要又很冷静啊。冷静就是空性，不能急。精进的去帮助，那是慈悲啊啊。所以，恭喜本来帮助众生，就是帮助自己啊。所以我本来他们有给我建议，你就留在陪你妈妈，你妈妈随时危险会离开。但是我又想，那你看看，给你哈林这人，那。如果没来修这个福报，哪有福报给我妈妈啊？所以，但是我们尽力啊。结果我跟我大哥说：“大哥，我去南部，我还有法会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你做你去，我跟你小弟两个轮流就好，你去做工程，对，这句话对啊。”所以，不过那一天我要离开我妈妈，我多看她两眼。真想拜他一下，人那么多，拍谁？我想说，我这一次下南部，会不会跟我爸爸一样？我上回就是下到高雄，我爸爸那一天晚上舍报啊，所以那我大哥也有这个准备啊。但是我说，但是我尽力嘛啊，但是做各项的功德，所以我在这边要再一次感谢很多法师菩萨，一直为我的妈妈在助念啊。所以昨天他入开刀房，也有四位法师在那边轮流啊，为他诵经啊、修法啊，包括我们色拉切佛学院啊，分了三个地区，也一直在为我的妈妈修法。因为我这几天啊，都用我妈妈的名字包几天的啦，在等、中等、暗等，拢用功德主黄高聪的拜托因念啦啊，然后呢，一直。然后呢，这边放生，这边烟供，这边布施药供养出家人，然后尽力去做。因为各位爱相信哦，我们修行能不能影响别人呢、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我也认为，我老婆拿挖来，我就积更多的功德让他带走啊。我的妈妈如果往生啊，至少啊，她可以去净土世界啊。但能不能到上品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发菩提心呢、啊，没办法再上品啊，所以那如何一直引导我的妈妈有菩提心呢？那我想，咱英雄对方有菩提心，就咱自己爱维持这菩提心嘛。然后呢，叫我发到很精进的母子连心，心佛众生无有分别。所以各位呢，阿弥陀佛讲啊，咱的心，达刚的顾着咱每一个人的跟众生的心，如母一子。其实这个囡仔，伊就不爱去想老母，囡仔来去想老母，老母本来在想囡仔，那当下你就证入念佛三昧，一心念佛，所以佛都准备好了，100%在加持我们。但是各位要打开咱的心嘛，去接受阿弥陀佛，去接受三宝的加持。行住呢，有一句话讲，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完全供养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有要供养的请举手，真的吗？好，我来叫你出家，你就不要再在地里住。
叫你当你要塞干啊，那就没办法。我们佛教讲最高的戒律三昧耶戒，那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师父上师用生命来承诺啊，要把自己的身口意生命供养，然后呢叫我们东就东，叫我们西就西。当然这样做不是找我们麻烦了，意思是说这样可以断除我们的我执分别烦恼。不然呢，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来修行啊，在出家人嘛呢，咱台湾是可以说全世界出家同好命的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就好命，所以就一人住一间啦，各显神通啊。然后呢，自己甚至在山上，我就弄一间也不错啊。当然也不能讲对或错，但是思想上呢，有时候我就会觉得，同样一个道场，两个出家人，同样一个地方，三间寺庙，但是呢，三个看法不一样，所以动机不一样。佛教讲八万四千法门，学哪一个法门都可以，但是法门是方便，重点是动机一不一样，深信因果，出离心、大悲心，有没有真发菩提心？我想佛法讲的是动机一样，那法门只是一个方便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念大悲咒，你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的啊。你说哪一个宗哪一个派，那只是一个假象，那是个名字，那最主要是一个动机比较重要啊。所以我想就像世界南公我爱你，不管你讲英文讲中文讲客家话，我们知道对方对我们的关怀，那个感受比较重要，而不是说你讲什么语言啊。那同样的，我想每一个人在修行为什么会产生了不一样，甚至有分别排斥对方，那就是因为我执法执，执着了自己或者执着了这个想法，而造成大家不一样。那这一点各位要很努力，那很努力最好的方法乞改相丁，好好啊去思维智慧，那这样可以达到跟佛一样的看法啊，佛佛道同，无有分别。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大威德金刚、马头明王，他们没有不一样，没有吵架的，没有分别的啊。所以你嘛拜阿弥陀佛，我嘛拜阿弥陀佛，结果咱两个拢袂合啊。那净土中的道场可多了，但是呢，各有各的想法，各有各的分别，那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没有把真正自己啊融入在佛的心态？简单的说，也不了解佛的思想。站在修行上是没有空性，有分别啊，杜阿公哎，有烦恼障，这个我执；有所知障，这个叫法执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烦恼所知障？因为末法，末法为什么没有佛陀？没有佛陀，那我们就认为说，哎，你讲的不见得对，我讲了如何如何，因为没有佛陀。那为了要在末法，各位要证得空性，所以各位要依止善知识。那站在金刚乘所谓密宗，他们这一点比较严。那你要得到一个真实的菩提心来修这个仪轨，那你要依止根本上师。但是这个根本上师也不能随便依止啊，你得透过长时间的观察这一位啊根本上师，他有没有具足资格？那像我们就不行啊。虽然我们假设有一个好心，但是问题是，你要去依止一个根本上师，他必须有熟练，除了深入经藏，菩萨戒力于圆满，他对各种仪轨非常圆满啊。你就要修护摩、活供、烟供啊，各种断除众生烦恼的，哎，他们都能够透过闭关而修好。那这一点就比较难了，但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这种金刚上师啊，金刚就是空性了。所以那当然我们准备好没有，如果你没有把该修行的主牛龙准备后，就算你现在旁边做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，对你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人天福报还没修好，解脱道的资粮还没有修好。那对你来说，你起码就去拜根本上师，就像你是个小学生、国中生，你马上去拜博士学他的，学不来。
所以我想各位，如果当然我们想要赶快能够成佛利益众生，那我们基本的资粮一定要做好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你至少要有这个啊，要很精进累积。你也可以从你世间看看你有没有福报，身体健不健康，福报够不够，金钱智慧够不够，那这些要去观察啊。如果你自己还不够，一点点小问题就起心动念就烦恼，那你还讲金刚秤，很困难呢、啊。啊，你还想谈恋爱，你还想对家里爱情有所执着，那你要去修金刚秤，那很困难啊。所以修金刚秤是你这些刚刚讲了世间资粮福报这种出离心具足了，所以而且完全的依止三宝，不敢用自己的想法，为了要断我执，所以这样去修会比较圆满。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好好的受像我们这样八关斋戒，我们做得到了。那在以这种八关斋戒发起无上菩提心，那我们来念诵咒语，那至少我们尽力了。好，所以能给你修八关斋戒，去斋一条功德，大家精进，把这十二条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佛经说，一个持戒的人，你走到什么所在，脱开土啊，天顶的神哦，提去供用持戒的功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一个人一天精进守八关斋戒的功德，超过于你供养整个地球阿罗汉的功德。一个人持戒，啊，当然我们供养阿罗汉，我们随喜他功德，还不如自己精进持戒。当然福慧双修，两个都做吧。释迦牟尼佛公，你在佛陀的正法，释迦牟尼佛在世出家五百年的功德，那功德太大了。但是不如在末法一日一夜手持八关斋戒的功德。更何况，让大家发起念一下大悲心、菩提心，一切为众生，善根回向众生，那你得到了功德更大啊！这样圆满的功德，那你再来回向，最后都回向完了，再回向你的家人，回向你的祖先，那他不可能不消灾，他不可能不超度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外面写了这么多消灾、拔度、排位，那今天下午我们还特别礼请色拉切可惜，除了来接受我们众福田供养，要为我们修法。那今天的排位是三场法会的排位啊，从云林到昨天台南，大家的高雄，接下来高雄没话了。排位才是我们的支票啊！啊，我们对每一张排位精进的为他以持戒这种真善的功德发菩提心，广种善根，来跟对方结缘。就像我为我的母亲在尽力一样，各位也为各位的父母祖先在尽力一样啊！就像我前面永远摆的堕胎胎儿排位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冇金刚后自己也带人家去堕胎，我有一个堕胎的小孩。但对我来讲，我对这个小孩子最大的精进、忏悔、感恩，就是我要发愿超度所有堕胎的小孩啊！我想各位，你别去吃一只鱼啊！咱即马已经了解佛法了，咱即马有法度做诶。那么，咱别个去吃鱼啊，咱有忏悔心。进一步呢，咱要帮助所有诶鱼啊超度，伊死去，咱个超度。多啊，咱湛明法师甲讲师父啊，哇，早起来，目号拢咧白摸黑呢。哦，即搭离海港很近啦、啊，所以咱中岛大家发起救较济，好唔好啊？啊！早上能够他们去救多少？一共一道没卡贼了，抢救生命，这个叫随缘尽力啊！但是我想上供下施难容走好，所以我们把这十二条功德，大家发菩提心，我们自己精进修行，为利有情，回向整个世界，回向所有众生，希望他们得到这十二种福报。所以呢，两在你前面加个当愿众生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我们来精进，但是当愿这些母亲、父亲、众生
都能够得到如此。第一条，来，当愿众生脱离病苦。第二，当愿众生消灭罪障。三，当愿众生免除横祸。四，当愿众生远离恶趣。五，当愿众生福报优厚。六，当愿众生成就迅速。七，当愿众生来世尊贵。八，当愿众生得生天上。九，当愿众生往生住缘。十，当愿众生临终欢乐。十一，当愿众生得相好身。十二，当愿众生成佛道缘。修八关斋戒可不可以成佛？这个叫成佛的助缘。修八关斋戒可以至少中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我们用菩提心来受，那上品往生。所以各位，都是刚来被西蒙，有没有把握去极乐世界？有没有？你讲无问题，但是众生有问题，未使啊。我们虽然没有问题，但是要让自己有那个功德力，让所有往生者因为你的助念，因为你的回向而往生净土，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，我有当时还叫你爱拔杯的，像那样啊，这不是迷信，拔几遍了，免特别拢拔，安尼。意思说，我今天好好的持戒，我发愿回向给对方，然后呢，我很认真啊，供养佛菩萨、礼拜、点灯，安尼我安尼回向给对方，对方有法度往生极乐世界，呜哇，你会有信心呢、啊。啊，有三次以后，你就不用再问了，你就按照这样精进就好了。啊，那我想各种的功德，佛讲的都没有忘奉行的功德、点灯的功德、供花供水的功德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了，大家有信心。你看看我们头壳顶有庄严不？哇，因为大家对经幡有信心啊，挂经幡，挂这样呢，看起来小可危险呢。啊！但是各位，福报大不大？大，还等于一面经幡，就是一个佛菩萨在跟我们念经呢，在跟我们加持呢。啊！所以呢，五个颜色，五方佛，断除五趣轮回，消除五毒烦恼，圆满五种成佛大智慧。乃至这个世界，念一下地水火风空，通通得到净化。啊！所以呢，这个空代表人类的意识，终身的意识都能够净化。那地水火风就是世界，叫有形无形，有情无情众生都得到净化。这么多经幡，所以我们有信心，有信心你才会去念阿弥陀佛转经幡，有信心念阿弥陀佛。来，头目睭看头前，头前即阵佛晓一个球，有咧放光啊无啊？回来咧有甘露水呢。啊，迄、那个球代表地球化作甘露，七彩放光，在布施甘露。所以，我们去新加坡请台币1000块，直接到大陆定变500块。所以各位呢，你要不要厝下个请一个，扛起把靠，暗时你做你困，把靠咧布施甘露啊。那一天我们在新加坡实验这样做。众生有没有得到甘露？哇，有啊！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！啊，我们占日法师说，那个球给他拿来磕磕咒语，光磕咒语都没练呢、啊。我们只能用念了。后来我们把咒语藏在下面，这咒语也好醉啊，咒语弄个坑下来的，哇哇哇哇，那功德无量 啊！然后呢，叫他24小时布施甘露水，光七彩佛光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前面有空，再点个甘露水。啊！你做你去卧卧困，你都在做功德了。啊，然后这个佛加持啊，所以我想以慈悲为方便。当然，这个物件放在遐，到底有没有功德？是因为你有一个信心、悲心，对佛的祈请，所以它产生力量了。我想各种各种的方法，就像用风的力量转动经幡，用水的力量啊，用经轮的力量，用佛菩萨的加持力去帮助众生。